然后这个，我一个又一个的信息发给我，尊敬的移动顾移动客户，什么什么，来这一件哈，这个要不我们一万一啊，我乱怼一个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不能，价格这样吧，我就跟按照我们以前这样合作的来。你不管看什么吗？看多少也好看什么也好，我觉得合适就放漏吧哈。好的。哎，可以的。不是要乱来的哈。不是乱来的。反正我能漏就漏吧，不能漏就看下一个哈。哎，好的，可以的。分不开吗？我上次买了一个，不知道啥时候见面，不知道啥时候去哪里了，分不开黑色彩票。那这颗你四千五吧。一万一呀、啊。四千五吧。一万一呀、啊，一万一。四千五不是吗？哇，水露露的一个。很漂亮。四千五有对扣一给小可爱。要种水有种水，看色。对，大家要看颜色啊，对，看颜色。这一件4500米哦，有对直接扣一给小可爱，4500扣一给主播。戒圈可以改的哈。对，那这个，纸圈都是能改的哈，纸圈都能改。好的，没有就下一颗哈，挺好看的，没适合我富婆的气质，我就得戴那么大的戒指。来下一件哈，下一件。山水牌。挂坠款的哈，这个挂坠像山水牌的这个挂坠，这个它是全包箱的，后面能开盖的，后面能打开，包箱的上面还加了一个绿蛋，漂亮，漂不漂亮？漂亮，漏不漏？漏。来这一件哈，这个它整体的这种、实在价38000，38000这个。欢迎兵哥哥来到我们直播间哈，欢迎你。这一件38000，大山水没有，山水目前就有这种镶嵌的山水哦。你上身看看大不大？那这个也不小了。对，这个38000这个。冰冰辣绿。38000这个在镶嵌里面已经算是辣的了，没老板你适合去那个什么泰国跟那个冰冰姐一起卖椰子。冰冰卖椰子。绿的转运珠有没有啊？没有，安娜姐姐没有哦。绿的转运珠暂时没有的。来这一件哈，来下一件好不好？你再漏一个好不好？这个不对吗？这个不对眼，我们再上下一件啊。来。这个扣子。扣子多少啊？墨翠的啥时候来呀、啊？只是墨翠11点哦。墨翠11点哦，11点。11点了，不知道。继续看扣，平安扣。来这个平安扣，哎，你借卖一个嘛，我乱刀，要是他人家对，人家就收了。这个不行，这个很贵的。就是知道贵才想让你借卖了。这个要12000，透字料的。今天吗？对，是的，11点啊。透字的吗？是透字的哦。胡子。老板，你的胡子长了，显得你又长寿了一点了。12000，你放这一件，你给我们露一点点嘛，我们怼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这个小扣子，有喜欢我们可以谈谈看。来25，然后厚度是5.8，25.8这一件，25.8，打灯给你们感受一下哈，这个种老肉细，就什么叫种老，就是打灯过去里面没有明显的结晶体。哎，没有明显的结晶体，飘绿花喜欢啊。对，它这个花呢算兰花，但是它偏绿。绿的。它偏绿。来这一颗小凯直接给你们怼啊，12000，对，他的老板要12000，这一件3880，对扣八给小凯，3880，对扣八给主播就可以了。没有。有的，这颗3000多这种飘花扣子，3000多这样子一个飘花扣子，亲爱的朋友们。你看肉都能看到了，这个是的，那你们看啊，这个看品质，3880有对扣一给小凯这一件，看品质肉都能看到了，看种水，对不对？用这个上身效果给大家比一下，这个价收回去真的是收获绝对，价格可以，对，价格绝对是没有问题的，价格绝对没有问题，3880这个，3880这个有对扣一给小凯，再了解想要再了解一下也可以的啊。
没有的话我接着跟你们上下一件哈。还有一盘绿的再看看呢，可爱。哎，好的，还有一盘戒指绿的再看一下。好的好的，老板来。来下一件啊、哦！怎么回事？等一下啊！咦，我的弹幕它跳不回去了。就这一个吗？还有一个飘花多一点的吗？啊、这个飘花多的会那个价格不一样来的哈。同一块料。同一块料，但是一个没镶嵌啊，一个镶嵌，一个没镶嵌。来，你看看这些哈，这些绿的绿的，布灵布灵的。你要再大的也有。啊，对，要再大的也还有，但是这个3000多，这个确确实实是相当不错的一颗呢。对，种老肉细光感足，哎，种老肉细光感足，光花更多，飘绿花更多，啊，还有更大，对，就是价格都是不一样的价格了。冷静啦，可爱。哎，你又叫我干什么？模仿一下老板的口气哈、啊，我模仿一下老板的口气啊。来这几个，哎，这几个安娜姐姐你看一下啊，这扣子来继续，对，扣子要看，接着给你们看看这几款，一二三，三件，喜欢哪一件跟小开说。 Hello， 我刚刚跑到隔壁，你刚刚去隔壁了？对呀、啊、他还没觉得干大了是吗？难怪你脸都红。货太重了，货太重了，你先坐一下下，老板。这是你妈妈吗？哎哎，哇，老板每次来都提前来呢。有路路通没有？路路通没有，今天找路路通的怎么那么多？没有哦，没有路路通，没有路路通哈，路路通不有了，不有了。来这一款，你看这个种水，三个扣子。哥、嗯，你要飘花好看的呀，行，那就先下一件。这个飘花不好看吗？你觉得还是可以呢。这个飘绿花呀。哇塞，这个多少呀？啊？这个多少呀？这个，要不看下一个吧。要不看下一个吧，这个很贵的这个。看这个没关系，你报一下嘛，说不定人家就找这种品质呢。九万，这个要9万这一颗。小凯，我打算去卖翡翠，这样就能摸你的手了，然后你说多少就多少。哎，也是可以的，给你摸一下就卖了。哎，真是的，但是要仅限呀、啊，嗯，但是要仅限于1万以上的才给你摸一下的，你要不同意的时候，说不定你是女的呢，对吧？真是的，说不定你是女的呢。来这一颗，这一颗哈，这一颗福妞吗？不是的，我是你的小可爱呀！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是你的小可爱，我是你的小可爱啊！来这一款，这一款绿绿的哈，这个这一款颜色非常好的这一款。来大的大的这个又大又绿的这一款，又大又绿的这一款哈，这个它这个颜色是比较好的。啊、排队摸，你们都是女的呀，真的吗？吹牛，对不对？发誓，对不对呀？不对的话来上下一件哈，下一件哦。啊，拿出来自己看吧。对对对对，好的好的。想谈什么就谈什么吧。左上角那只看一下，左上角那一只，左上哪一只啊？老板来，再给他们看一下左上角哪一只，左上角哪一只？左上角，小五小五，左上角哪一只来？观谷珠宝成立于广东，拥有国家注册商标，从事翡翠行业10余年来，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，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，支持私人定制服务，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。观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，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，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观谷。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，那是您不了解翡翠。关注我的微信7887-2456，学习更多翡翠知识，判断翡翠的价值，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。买翡翠找观谷，微信7887-2456。观谷珠宝向您承诺全场保证翡翠 A 货，
送国检证书支持全国复检，可以淘宝交易，假一赔十，鉴赏期内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。同等翡翠所售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，可以随便对比。微信：7887-2456。